于子玉太好骗，先掉入租屋陷阱。传讯息跟我说，宝贝，我跟你说，我找到房子了。可是那个房东他叫我给他我的那个护照，这件事情就很诡异啦。我说你等一下。然后他说，哎，不查这本护照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健保卡、驾照我都传了。看完市井豪门后，请锁定姐妹亮起来。本节目由杰森通信挑战手机市场最低价冠名赞助播出。